刚才睡了一觉啊，躺在这里睡了一觉。昨天晚上买的沙糖橘，先搞一个吃上一次。沙糖橘真的很甜了、啊。下门了，这边的天气就不冷了，现在外面22度。两天没有洗头洗澡了，现在要去找一个便宜点的临时房啊，去洗个头洗个澡，把这个衣服换一下。那天卖备用手机卖了990块钱，现在又花了一大半了。在网上订了一间最便宜的入住房，离这边有3公里啊，骑个电单车过去。找的临时房就在这个城中村里面，先把车停好。先来瓶饮料喝上一口。这家临时房我以前住过，现在在装修啊，打电话问一下老板。这房间可以吧？房间挺大啊，光线又好，独立洗手间的，还有个大彩电。自助快餐，点了这么多菜啊。